玩家，他们没有游泳的比赛的经验，所以会有这种情形。我知道。那通常这种情形是不是有可能让他们休息，做了几个场次了以后再来比赛？不用开，不用开，嘿，没有没有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他们都六十几岁了，他们没有比赛过的经验，他不知道，所以。我了解，跟我们规则就是这样，都是一次出发的，哎，要不然，哎，因为这还有名次啦，就是因为这样子对其他选手会产生不公平的问题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是不是可以把他们先让他们休息？做了几个，我知道，以后再参加，再比赛。对，因为我们这方面的水道都很满，对，可能就没有办法这样子。因为实际上他现在比跟先让别人比赛，再来比赛，其实是没有影响的，因为一样是下水、啊。不是，我们还要再排那个场他的水道嘛，可能就没办法排进去啊，因为后面都很满。不是我的意思是说，他们先在旁边等一下。不是，那你要插场次啊，我们没有其他场次可以让他插。哎，因为我自己第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也是这样。对。那我知道一定会紧，比较会紧张嘛，哎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上次也是这样。那结果呢？他们让我隔了三五个那个场次才再开一个。我知道，那是看裁判长的决定是怎么样。所以我就跟你讲说。是可以被安排的，因为我自己在第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形。那当时他们，我当时想说啊，完蛋完蛋。但是他们就是这样，我非常的感激。我知道，因为我们这场次比较密集啊，